路是阳台吗？路边的阳台。一碗不够，两碗。你在跟我讲一次，为什么在厨房要放书，而且是哈利波特？欢迎来到阿比赛厨房。原来比赛要打的哦，是要等的是鱼啊，鱼啊，要等到什么？啊，两个就好了吗？妈妈问你一件事，你觉得牛舌饼是什么东西？牛舌饼是牛的口水。那你想吃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行？